大家好，这里还是天阳玄机啊。那么这期呢，还是分享一个面相当中的小案例啊。我们看这个面相啊，面相当中眼神亮而有神韵啊，配合眉毛比较粗浓，做事啊是非常有干劲、有勇气的啊。那么敢拼、敢搏啊，而且呢这个任劳任怨，但是呢他的脾气啊有点过于刚直啊，甚至有的时候呢有点暴躁、急躁啊，容易冲动行事，会意气用事。再加上鼻子高挺啊，是非常有利于事业的啊，重义气，容易坚守，非常这个坚守原则啊。但是性格呢是偏好强的，偏好强，心气儿比较高。在感情方面呢，是容易受到挫折啊。往往女性的话，容易在这个感情受挫折，往往是因为这个事业心过强啊，或者是说心气儿比较高，她容易啊，性格方面是比较好强。往往是跟另外一半，他同样一个事情，他往往会争论到最后自己赢为止啊，这是比较好胜的一种表现，并且在生活的小细节上体现出来啊。那么在感情方面容易遭受一些挫折啊，自身的财运还是不错的啊，因为鼻子它本身就是财帛宫啊，财帛宫需要自己好好把握，但是也不要太固执啊，不要太固执，太执着于某个方向。我们说这个在感情当中不要在这个一棵树上吊死，但在做生意或者在事业上也同样是这样啊，包括职场上也是这样啊，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，不要太固执啊，自己好好把握这个事业和财运还是不错的。那么好了，内容就分享到这里啊，这里还是天阳玄机啊，如果是有困惑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或者关注我私信，我们下期再见。